这里是山东临沂的费县道集，是在一个山脚下，远处都是山啊。这个集特别的大。您买的这是什么鱼啊？金枪鱼啊。我这个见着吃，煮着吃。柬埔寨剑客，这很受广大顾客的这么认可啊，好吃。这个咋卖的呀？卖二十。二十一斤。嗯。哦，那这一条鱼有多少斤啊？它总重200多斤吧，都是200多斤。哦，它的长度大约在3到4米长。用耐式的。那这一条鱼能卖多少钱？不是一天卖出去的，有时候一天就卖了。就看市场行情了，行情好的话就卖了了。有点臭。这个味道吧，它个人的嗅觉味道啊，我闻到好香。可以看一下这个鱼头特别的大啊，光看它这个嘴巴就知道。这还算是小的，大的都是4到5米，4-5米左右。这个鱼特别的长啊，看起来比一个成年人的身高还要长。这个鱼腌制的时间正在好处，它的日期都是腌制厂的控制的。它这个鱼腌2-3年它也能腌成。这个鱼这边是个头，然后这边是个大尾巴，中间的这些肉都是切开来卖的。这个鱼比刚才看到那个还要更大一点。这个鱼都是提前腌制好的，回家之后煎着煮着吃都行。全部要给它切开一块一块的卖。这个是金枪鱼，是卖20块钱一斤，这个的话大概有200-300斤，也就是卖6-7千块钱左右。